来了，老妹儿，整上一小锅。哎呦，八爪鱼，梭子蟹，还有面包蟹哦。每天一小锅，香醋来莲，料酒，这小生活啊飞了。哎呦，来上生命之水。进来老铁，给个双击哦。下个视频开喽。熟了老铁，又是一小锅小爆头。嗯，哇，大米啊。嗯，锅虽然小但是还是挺丰富的，是不是老铁？嗯，谢谢老铁，给大哥点个双击，谢谢了。嗯，双击啊。梭子蟹一斤一个的，给老婆吃必须要吃大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满满的都是膏。嗯，味道挺好。老公你吃吧，你每天那么辛苦，你吃。麻烦给大港一个双击，一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老婆，你来。你先吃一口吧。你吃，你先吃。嗯。嗯，怎么样？感谢大家的双击，感谢大家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好不好吃？你吃吧。你吃，这个都是好的。加老铁，还没盘你就吐沫了，啊？是不是？哎呦！太尴尬了，老弟，头破了。老弟，给个双击吧，太尴尬了。皮皮虾，哎呦，全是带黄的。过瘾。进来老铁，能不能用你们发来的小手给大哥点个双击，谢谢了。面包蟹必须是头开的才得劲，是不是？啊呜，一下就开哈，必须是头开的。嗯，太香了，这个火。来口汤。
皮皮虾走一个。哦，盘子带黄了，来老婆你先吃，你吃一个。嗯，今天老婆来看我了，整点海鲜给老婆吃。哎呦，老婆你最喜欢吃的皮皮虾。不好吃？好吃。麻烦大家给大港一个关注，一个双击，谢谢。特别鲜，好吃就行。我喜欢吃，每天给你做。好的。高配的狮子蟹，嗯，满满都是红。嗯。哇，太棒了！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吃货，一天都在吃。进来老铁，给大哥点个双击啊！黑不溜秋的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来，告诉我你从哪里来的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我这黑不溜秋的，嗯，哇，非常完整，有大米，嗯，太香了。哎，老铁，能不能给大哥点双击啊？点就点一个嘛。嗯，哇，好东西掉了。